我5岁开始训练，7年没有回家。其实我也是特殊的留守儿童。爸爸妈妈，我一个人在家里，好想你们。很虐心的感觉，真的，这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十几天。开车带上3个孩子，一路寻找他们的父母亲，夫妻是吗？你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的叛逆。干嘛呢？抓狂，甚至有时候想爆发的程度。就在你马上就要绝望，他又瞬间的把你感动得一塌糊涂。只是一个简单的拥抱，就会让他们瞬间融化。慢慢的知道他们是多么的需要你，需要陪伴，需要关怀，需要爱。为梦启程，因爱归来。我是队长，你能想吗？上一集中，爱心大使黄征带着3个小伙伴到达了寻爱之旅的第一站——安徽九华山。加油！向导找不到了，我能不能活着回去？我现在都恐怖了。路途虽然困难重重，却也惊喜连连。你好，我想找李启德，他们是安徽的，这是他们女儿。没来过。接下来，3位小伙伴能顺利到达幸福的彼岸吗？我现在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你是不是想看看他们工作环境啊？我一切都想知道。哎呦，我真的，哎呀，不行了！我真的好兴奋，我就当时就好激动。我在想，一路上我就在想嘛，幻想了好多场面。我说我是会哭呢，还是会笑呢，还是会说上去给我爸妈一个大大的拥抱，还是怎么样呢？没来过。啊？不会的。啊？不会的，就在这工地嘛，他舅舅说的。你没见过李喜德？有叫李喜德的吗？哎，你好，那个我是黄征。前两天咱们通过电话，那个我们现在带着李丽来那个上海那个工地了。前两天你不说他爸妈妈在这儿施工吗？我问了2-3个人，都说没见过，不认识他爸妈。满心期待，没人了。想办法，一会儿再帮你给你舅舅看看他那边的电话，会不会联络回来打给我？啊，先别着急，肯定会帮你想办法找着他们啊，别难过。那你知道你爸妈现在在哪儿打工？到上海去了。做了一上午，忙了一上午了，保持着一份惊喜去见他们。到那之后，结果就是我自己傻站在那儿听他们说没有人，特别不能接受的。带孩子去，然后最后扑了个空，这个结果我也没想到。妈，这是我们给你做的蛋糕，马上就可以见到你了，一定要等着我。这路上什么乞丐都有。把乐观的一面给别人看。如果说我把我不开心表现出来，大家都会不开心。
行了，别哭。楼下吧。别让他。昨天有个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长脑鱼片，好多好多好吃，好多好多好吃，还有多少钱？不要说我知道。有一个门，有一个玻璃门，他使劲拉都拉不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门是推的。昨天门，别让捡了一个推子。但是呢，我觉得我给我爸妈做的这个惊喜依然存在，只是来得晚一点。谁个？哪位？我来干的事儿是有人欢喜有人忧的事儿啊。你是欢喜还是忧？你告诉我。高兴 啊！高兴是吧？好，我先插几的。你是几天来的？自己说。三月。这回的字儿好像比之前的工整了一点儿，还真的确有进步啊，但还是不够啊。哇，哇，哇，什么味儿啊？你脚几天没洗了？啊！这滋味真酸爽。洗卷呀，洗卷呀，吃。你别洗，辛苦了。啊，对呀。五本六十页，对吧？我不想做。儿童委屈你，一定要写。拿铅笔写的是新写的，对吧？所以现在是没，是吧？没完成，嗯。自己主动来吧，啊，来，自己主动来吧。这是你给人洗袜子，是你的，作为你的一个承诺的兑现啊。我觉得至少我甭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对他来说一定有多种方式。他就拿那个臭袜子就去洗了，这个对他来说，我觉得已经应该大家看到他的这个改变了。你出来这一趟十几天，你就带一双袜子。好可怜，真的，只有一双袜子，常年就啃着一双袜子。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怪孩子，所以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要送他几双袜子，我就去超市了。这个还有几双？就在上面。感觉这么冷的天儿。连个换的袜子都没有，感觉听到以后心里不是滋味。袜子洗完了？啊。啊。我这给你送你一双袜子。多少钱啊？多少钱跟你没关系啊，我送你。啊，不能说话。大概现在脚太凉了，别光着脚。我就觉得这是这种家庭环境带给他的问题，家里没有人管。能吃饱就可以了，其实这是最真实的留守儿童的一种体现吧。这两天每天换袜子啊，听见没？啊，那双脏的袜子，脏了就洗，听见没？然后就换着老人出去帮买袜子，干弄这些。你把你这件衣服脱了，脱了，这破了一洞。啊。这。你看看撕了这么一大口子，有一事儿得拜托你。我刚才发现陈梦吉的衣服又破了一个大洞。哦，这我上次还留着，你觉得吗？缝外面缝的不好就不好看了。挺好的 ，OK。行。嗯，这样吧，再坐一会儿，早点睡。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等你爸的消息啊。好了，早点睡啊。拿着衣服，把这洞给你缝上了，啊、嗯！明天有的穿了，啊、嗯，不会再破了。我给你衣服呢，然后你呢，多多少少应该感到多少高兴一点呗，对不对？别人帮你把衣服给你缝好了，啊、嗯！我跟你说明天谢谢李丽，
你先俩早点睡啊。嗯。好了，赶紧瞧瞧。还有好像快点留下你亲戚，或许你吃饭就不干了。之后应该采用一种像活皮筋一样的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今天我想采取一种叫放羊式的、散养式的状态。大家今天就是吃，就是玩，就是尽情的感受这个城市。上海这座城市其实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城市。那你们觉得在上海他们住的这像类似于像北京的胡同，他们上海人叫什么吗？弄堂，对，其实就是弄堂。每天都会有这么些新的建筑物在产生，每天这个城市里会有很多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工作。其实这些城市也离不开这些外来打工的人，这些外来打工的人也离不开这些城市。你讲这些知识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会很踊跃的、很积极的，就像海绵渴望的溪水一样，在跟我互动。我觉得方式方法很重要，我就今天下午、今天早上我选择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上海欢乐谷啊，对，好玩的都在等着你们，怎么样？走。好大哥。到游乐场啊，第一个项目。必须得玩一个刺激的啊！游乐场里第二个玩刺激的第一就是乘坐过山车。哎，走，我们去玩。我也害怕，这把我吓出神经病怎么办？一、二、三，刚才坐热的，过山车的时候，我就趴在黄大哥，不是老弟板着刚才干嘛？啊，一直能掐。啊！啊！啊！我滑了，我腿好软啊！不然你吓吓我。还要玩什么？不玩。黄大哥，你知道吗？就是说，其实能够坐上木马，骑上个这个白马，很多女孩的其实是一个梦想。啊，他我坐在这个上面，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去旋转木马是最开心。而且不能说开心了，因为幸福感满满的幸福感。向往是我希望我们一家人过来。今天虽然没有一家人过来，但是大家都在了，对吧？也挺好。挤不来了。哎呦，人家腿软了。好、啊，是的，是的。好，我记得是我听着，我记得陈梦吉是吧？夏之龙。啊，所以呢，陈梦吉，你作为咱们团队的现在第一个代表，挑战这个。林林坐中间，不行，这也不行，还有四五次了，还有四五次了，快快快快快！我到前面 OK 吗？没事。我问你们，现在有人后悔了吗？来不及了。一路平安。Yeah!
啊，感觉怎么样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叶文静啊，再来一次啊！好，再来一次啊！不要停啊！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啊！啊腿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大头来一次你叫什么过来我能拉走我觉得他还也害怕那个打磨胆小喂好没好没一二开始饿不饿？饿啊！那咱们去吃东西好不好？好。鸡蛋清，咱们去吃鸡蛋。好了。我想要伊比利亚火腿，烧腊。这是什么？拿错了，你看看这，会点，还有什么？那他还看不懂这是什么土老猫呀？很新奇，很多外国人。我这要见外国人，甚至一句话都不会说。西班牙的足球世界冠军，拿过欧洲冠军，包括西班牙餐也是非常有特点的。Gracias, gracias, gracias。西班牙语的你好是 Hola, Hola。然后呢，西班牙语的谢谢是 Grac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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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ias。Glazia 对对，这个我们该怎么吃？我怎么觉得顿时觉得没有筷子，我好不习惯啊！我吃个饭吧，你们跟我学啊！好，刷牙。拿叉把这个先摁住，然后拿你的刀，轻轻的一锯，扣着叉一下，然后。玲玲不习惯，只能吃面包了。问你，西班牙语的谢谢怎么说的？欧巴，欧巴。西班牙语的谢谢是 gracias， gracias， 欧巴。什么什么？不知道。忘记了，忘记了，忘记了。刚吃一道菜就把就忘记了。啊。gracias， gracias， gracias。你舅舅，赶紧接，老舅，接快点。喂，啊，你找到李丽父亲了？他们没在上海吗？在南京现在？南京江北那边是吧？好的，好的，好的。啊，如果有什么事我再跟你联系，好吗？啊，好，好，谢谢。我就说爸爸在南京，什么在南京了？我知道在哪里，我就放心了，没事了。那咱们今天在上海过夜，明天去南京找他父母，好不好？好。来来来，为我们明天见到爸妈干杯！明天啊，一切顺利。来，吃好了吗？嗯。好了，走。Thank you. Thank you, ma'am. Thank you. Okay, yeah.那块你们看那儿，还有那儿，看那儿，那个最亮那个地方，那个是上海的那个黄浦江的码头。如果你想到浦东，到江的对面，你到那块可以坐那个摆渡船。如果坐那船你要过那边的话，你就可以去登上那个东方明珠塔，啊，还有那个现在目前在上海最出名的酒店，很高吧？
它的高度比黄浦江，比这个东方明珠塔还高。小时候看到你上海滩嘛，就想把它上海，然后冤枉时间。来，你们仨，在这儿，以黄浦江这个后面这个夜市为背景，我给你照张相，摆个造型，一、二，一、二、三，上耶！你们觉得今天上海美不美？美啊！今天呢，我带你们来上海吃了最好的西餐，然后呢，咱们一起呢又在黄浦江边啊，在外滩去欣赏这么美的夜景。今天这一切呢，是我带你们来的。但是我希望有一天，你们能靠你们自己的努力实现这些美好，好不好？好，好，好，走，回家了。是一些现代化的一些面貌，包括让他们去感受一下所谓的高大上，也是可以得到的。就要用我自己的努力，我们一家人一起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别一般的风味。前面马上就到李丽爸爸妈妈的上坡的墓地了啊！好，下车！赶紧下车！对了，这空调装了！哇，赶紧走啦，黄哥！赶紧走，赶紧走！好兴奋啊，我现在！哎呦，爸妈在哪了？真是的！啊！咱们问一下，咱们问一下。好。你好，那个。问一下，有一个安徽的这打工的叫李启德，你认识他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好，我想找李启德，他们是安徽的，这是他们女儿。没来过。那个，你们认识李启德吗？不认识。那我们又问了那么多人，他们都说不知道，我可着急了。什么工种？钢筋。啊？大钢筋。钢筋工是吧？钢筋工在那一块。来，我给你拿一蛋糕。就这几个人吗？这里面就钢筋吗？没有啊。有没有叫李启德的？啊？没有吗？没有吗？时候多希望时间就停止，我也不想走。如今我对自己故乡，没有看到我妈的时候真的没人，想来往匆匆的过客，感觉我也描述不出来，心里特别的不是，特别不是味道。我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爸爸会很快就会回来看你的。非常激动，以前呢只是这种幻想，没想到呢今天呢实现在这个工地上和他见面。他有一心愿，就是说亲手做一个蛋糕，然后送给妈妈，所以这是丽丽自己亲手做的。我从小长那么大还从来没和父母一起过生日，所以我就想着能不能到蛋糕店去亲手做个蛋糕给爸爸妈妈。妈，这是我们给你做的蛋糕，马上就可以见到你了，一定要等着我。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满乐，Happy Birthday。 我松了一口气，
因为至少我觉得平安的把他带到父母身边，找到了，把他的手放在父母的手里，看到他们李丽的这个，虽然是在哭，但是我知道这颗的眼泪是开心的。我只希望我们一家人能永远的幸福生活就可以了。他今天能提着一个蛋糕到工地上来看着我，看看我们，给他妈妈过生日，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说到父母这事儿，马上就会流眼泪，再坚强点啊。李丽，跟妈妈再见吧。其实那一刻也是，我也有点控制不住我的情绪，眼睛也是被眼泪打转。只有真正面临分离的时候，才会觉得有多么啊，好放不下的当时的感觉。可能说我们如果分开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是吧？真的就几乎见面的几乎就为零了。我就真的是就是天南海北各一方，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者是真的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就觉得哎呀，好舍不得啊。我觉得他很懂事，也很要强。到父母时，或者提到父母时，过于的这个有点点爱哭鼻子。我希望他以后可以更坚强。你们俩不还今天的是要找你们爸妈吗？找你爸妈之前呢，然后呢，我带你去做一节社会实践课，社会实践。走，穿上衣服。你猜我今天给你们安排的什么社会实践？不知道。饭店。饭店，饭店干什么？端盘子。干嘛洗碗？一个房子五毛钱。想的。你当时去饭店。李经理是吧？哎，你好，你好，这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两个孩子，今天就把他交给你，你看安排他们做一些什么社会实践？先洗车吧，啊，洗车吧，啊，啊，走了，洗车可以，记住要给工资的哦。比较好才给。一辆车1000块，分我们100块就行了。陈梦菊不是一直想长大早点去打工吗？夏成龙也是基本对钱没有概念的，他对花钱有概念，大手大脚。所以我今天安排这次洗车的这个事儿呢，我是让他们俩靠自己的能力去挣钱的。洗这瓜。好，带他们一下。你们俩会洗吗？会，会。把你们存着椅面放上存。会不会帮我一点？不会。给给。如果是我们这要求，今天不合格，知道吧？但是因为这上面有水，再加你内饰里面，你看一下，这酒店都没洗，还有这上面如果灰尘没擦，那我们这是不是都能拿不到？你说我这辆车我还能交车吗？你说我这辆车我还能交车吗？
差那么长时间就要来一个不合格。知道你这个会赚多少钱吗？知道。如果趴一天差成十辆的话，直接都累倒在趴在地上了，吃不上了。下来的时候我按时间来给你们试，你们说多少分钟？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啊！啊，中间三十下来，开始开始开始，行了，快快，我记住你了，我不拿手拨你。快了。我给你热了啊！这下死人了，快点！好。开。有水还这么说？没有水。正面。没有水，你看。正反面，你看一下都多少水？哪里？没有。四个馒头给我，都有水。还有时间，雷先生，老加油啊！其实我希望他们今天通过洗车可以挣到一些收入，我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啊，你想要的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下周路来量大的。好，反正就这样了。如果你按照你的这样车车，我钱都挣不到。哎呀，你们自己判断。哎呀，你看你这边泥巴，这边沙粒，你跟我们干净。再洗一遍吧，再洗一遍吧。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下成功崩盘的时候，其实我就在那边一直看着，但是我并不想走过去。公司有公司的制度，我也不想干。我如果衣服脱下，我也可以走掉，挣钱也不容易，对不起，累就不用赚钱。这个对他的心灵那个撞击，这一次，我希望越持久越好，让他明白这一切有多难，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老陈到现在反正洗了四辆车，我们就洗一辆车1.5块，啊，洗了四辆车就12块钱，好吧？给他吧，来，钱给你，给他。夏冲就像被霜打了一样，很失落，超级失落。一辆车至少也得50块吧，结果最发现是1.5块，不累，而且钱还少。陈梦琪，那钱拿到了？必须找6块钱，能干什么？那也是你靠你自己能力挣的，也不是爹妈给的了，是靠你自己能力挣的，对不对？陈梦琪一直在说，6块钱够干嘛的？所以我就觉得今天他们俩已经清清楚楚的、彻彻底底的认识到，打工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挣钱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已经在他们这个心灵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启示了，告诉他们。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你想想靠打工翻身，不是很难。除了觉得辛苦，还觉得什么？这真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一辆车才1.5块啊。家长，你觉得呢？喂，狗熊，给你狗狗呀？不给，你狗狗呀？我给你狗。通过这件事更希望他们去换位思考，理解他们的父母其实在外地打拼的时候的状况其实是一样的，挣钱也是一样的，我希望他们可以增加对父母的一个了解和认识。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大风
不会刮来钱，所以挣钱当然很不容易。哦，你美容对，黄老师。嗯。我想去做个头发。干嘛？做头发。做头发。啊，我要染黑色。啊，我要染黑色。染黑了？为什么呀？因为我想让爸看我原来的样子。想让你爸爸看见你正常的样子是吗？嗯。好啊，那我支持你。黄老师。嗯。我有件事拜托你啊。嗯，交100块钱买东西就干嘛？想给你妈买个礼物。嗯。好，我可以答应你。那咱们先陪她去染，把头发染上。你好。你好，欢迎光临。哎。里面请。哎。剪头发是吧？这边请啊。这个小伙子想把头发染回来。染回黑色的，对对对。发型我花了80块钱做的。不想让爸爸看到本来的我，染黑了，然后感觉这才是我自己。你借我点钱呗。你去给你妈买东西。是啊。你去在附近吗？啊。交100块钱买个东西就干嘛？让回来。嗯。你好。这一刻，让我感觉到。其实我在之前设计的一些事情让他们去经历，其实或多或少的从他的这些言行举止里面都让我感受到了对他的启示和启迪，改变他的很多他之前固有的坚持叛逆的一些想法。其实慢慢的在长大，这一路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你能看到变化。你买回来了，我看你给你妈买什么了。这是你给你妈买的啊？这是你给你妈买的礼物吗？我借你的钱，这是你买的衣服啊？这是给你妈买的礼物吗？我借你的钱，这是你买的衣服啊？这是给你妈买的礼物吗？这不是你妈的东西，骗我啊？爸，我说说话呀、啊，好久没见了。能不能进去找家长？他马上出来。出来。早润护晚滋养，珀莱雅早晚水提醒您，稍后收看归来。早润护晚滋养，珀莱雅早晚水提醒您继续收看归来。骗我呀、啊！骗我呀、啊！为什么会买这样的东西？这不是你妈的东西，这不是你妈的东西。其实，在买回来的瞬间，我知道那个衣服是他给自己的，骗了我。怎么回事？这是给谁买的？我明天见到家长了，因为刚刚今天出现在他面前，不让他答应我。所以你给自己买的是吗？你想明天把它换上，穿得干净点去看你妈是吗？不，什么味儿啊？细菌呀！真的是没有想到，最后他会在这方面自己给做了一个自己的改变。下回有什么问题先跟我说好不好？好不好？啊，不能说谎。你这么做我支持你，但是你不能跟我说谎，好不好？现在跟我去，一起找沙成龙的爸。啊，你去过你爸的工地吗？没有。以前去过其他的工地吗？没有。期待见着你爸吗？啊，
蛮期待的爸爸。他爸出去打工多少年了？从我小时候，我爸就在外面打工。你今年？我今年19。19，你想你爸吗？不想。你想去多少天？一个月。有点小高兴。阿爸，阿爸在那边吗？那边。爸，爸，爸。能够明白你对我的爱，只是被掩埋，表达不出来。跟爸爸说说话呀，好久没见了。文杰，文杰，把你妈给你爸带那啥的。嗯，拿过来。给你爸带过去。带什么带？不带。带着，你爸年纪。哦，不带。你老着吃。我不想带，你自己带去了。我是不带。过年也没回去是吧？没有。那多长时间没见着他了？好几个月了。好几个月了。走。不说这从哪儿拿来的？妈咋了？说要去在哪？那边啊？那边。住的宿舍大概是什么样？乱七八糟。坐吧，随便坐吧，也没有板凳。你睡哪儿？睡在那边吧。坐这里面是吧？对。坐。亲生的父子俩怎么会没话说呢？想儿子就行。想啊，这辈子他有很多变化，他自己现在也知道，那钱都是爸爸在外面一滴汗这个拼出来的。你看爸爸的手，都是锤子砸的。长时间的不在一起，长时间的没有真正的心灵的沟通，是两个人。尤其是从夏成龙的角度，已经不再需要，或者对这份感情他已经麻木了，就是缺失的太久了，他反而已经觉得有没有这份感情对他来说已经不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了。而父亲呢，也因为常年在外面，不了解儿子的思想的任何变化和心灵的成长，所以他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走进儿子。回到家的时候也想跟他沟通，就是他不给你留这个机会，跟他们讲话，他说你老了。小的时候还挺可爱的，有时我回家的时候，每次回家的时候，他会坐在爸爸边上，跟他爸爸聊天。其实我很想跟他沟通，他不愿意跟你沟通，有时候你说话他不听你。夏成龙就是准备了一首歌给你。
次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其实我很嫉妒你，为什么你这么坏，得到家人这么多的关爱？我还不如做一个坏孩子呢。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时光慢些吧，爸，爸。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带着第三个去找他妈了。接下来时间呢，就留给你们父子。不好意思，其实你很聪明啊，我希望你接下来学习别耽误啊，懂得爸爸妈妈的不容易啊，别乱花钱。好了，那我们走了，再见。我觉得就是这一刻我让我感觉到改变他的很多，他之前固有的坚持的叛逆的一些想法。我现在觉得他慢慢的在，其实慢慢的在长大。这一路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你能看到变化。禁烟了、没人逼你啊。嗯，没人逼你。嗯，自己决定的。嗯啊，我觉得好诧异，我开始以为他是跟我在开玩笑，我就下车了。但我从跟他的眼神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认真的。那一刻，我觉得他能够主动的在这一次让我感觉到他有要向好的方向投靠。就你一人了，耍单了，只有一个了啊，孤单的看电视啊，啊，看着心吧，挺帅的嘛，啊，倒个挺会给自己挑是吧，啊，这件衣服贵吗？反正这件衣服你想你得你换算一下，你得洗多少辆车啊？1.5块一辆车的话，50多块钱你得洗30多辆车。走吧，今天我也不用说什么任务了，你现在心里也知道咱们今天干嘛去。这家长喽。现在就差你了，我先送你去你妈打工的地方。见着你妈，你想说点啥呀？不知道。到你妈厂子了，到了。到你妈厂子了。能不能进去找点的？还怎么样？喂，周美荣，脸子找脸。行，找到你们了。管出来了。那我们怎么在这儿等啊？对啊，他马上出来。出来，在这儿等吧。看到妈妈哭是吧？妈妈不哭。
小儿子吧。行。在这一刻，我觉得因为跟父母之间的这情感长期的没有一个互通，反而他有点不知所措。来，那你俩坐这儿，我坐这边。我感觉到家里去的时候，感觉外婆跟外公的岁数都可能比较大了，不会有那么去照料他了，他可能自己平时都是自己跑惯了。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他其实缺乏一种爱。是的，我这点做不够。种田的话不能挣钱吗？非得要出来打工吗？我没有爹，我想我回去没法照顾他，怎么生活？因为我也没有爹，不带他。他这一路，你知道他说的最多的，他长大的想法？不在他身边，也不知道。你不在他身边，你根本不知道他怎么想。他现在不想上学，他想赶快长大，18岁出去打工挣钱。可是昨天这一路干活，他自己也知道，就算到了18岁出去，没有学历，没有知识，你打工。洗一辆车挣1.5块，我们出来10多天了，去了好几个城市，从安徽开到上海，又开到江苏，这一路陈梦吉其实变化挺大的。我今天把他也安全带到你身边了啊，我觉得看你俩在一块儿我也挺高兴的。好，那就把时间留给你们吧。跟我说点什么？好好的啊，听妈妈话，好不好？啊。什么这是？真的体现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家庭与社会之间的一个问题。这一路走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心灵的一个历练，包括对我未来家庭里，我去跟我儿子在接触的时候，怎么样去跟他接触交流，其实也给我上了很多课。虽然是三个不同的孩子一路走来，但是三个不同孩子体现了三个不同的性格。和三个不同家庭背景，当我亲身走进他们经历这些，看到这些东西，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可怕。这些家长，我觉得他们之间那种无奈、那种心酸，孩子们之间发生的这种状况，我会觉得很，其实用揪心都很难形容，很可怕。这个现象，如果你不去马上去面对、去调整、去沟通，这些孩子未来，整个社会的未来。又会是一多大的一个问题。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
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早润户晚滋养珀莱雅早晚水提醒您稍后收看归来。早润户晚滋养珀莱雅早晚水提醒您继续收看归来。砍柴上山还有种菜都是我和奶奶。我每天都挺爱笑的，是个又笨又聪明的女孩。老板，请一百。对方觉得人生不好受，我只想快点长大，离开这个鬼地方。在，你跟妈妈说的我爱你，很朴实的话，挺撕心裂肺的。因为我也是做母亲，我想看一次大海和日出。干！罗志豪，把枪给我！我们咋又被挨骂？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了，再见。好好好，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能够把你们带出大山，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爸妈的艰辛，也看到了你们的成长。我会尽早成熟起来。长大了，不能再哭了。她就像我妈妈一样。早润户晚滋养珀莱雅早晚水提醒您，稍后收看归来。早润户晚滋养珀莱雅早晚水提醒您继续收看归来。一天一天冬去春来，不住下期待，洒下汗水想依赖那怀抱的温暖，安静的睡吧睡吧，享受那种爱，有时候也会去留恋那双手的存在，却已经不知不觉学会了勇敢。哦，乖